就起来啊！讲你这无路用人，你去文化部共分共讨猪肉啊，讨酒啉呢？你家己怎判说？安怎吼？所以有真侪人事实是无，啊，就拼你进前安怎，即马安怎是甚物回安呢？这是个比如安呢？贫穷个必先呢？啊，无穷富贵的名称安呢？哦，安尼有甚物路用？这是给讲安尼哈，所以伊即马负责讲，即个我列意见啊，那始终的即类贫贱的人啊，敢会使叫做富贵？伊的属性伊的贫贱，啊，但是伊冒充讲伊富贵，那么即个伊实际是贫贱，当然袂使叫做富贵的人啊，哦。所以负责他去讲安尼，讲亲像前三类的出家人啦、啊。就是迄个幸福沙门、威仪气功沙门、甲贪求念闻的沙门，这三种的沙门哦，这三类出家人名叫做沙门，安尼